要不然，你也回去陪他过个年。已经转机了，你在哪儿呢？赶紧出发呀！哎，手上的事儿什么时候不能干呀？你妹妹好不容易回来的，赶紧走啊！路上小心点啊！ 果果，哎，快快快，别拖了，别拖了啊！别拖了，怎么了，阿姨？哎，这不快过年了吗？阿姨送你个礼物，我收藏了好长时间的燕窝，质量特别的好，我吃浪费了，给你滋补滋补。阿姨，您太客气了，这过年我应该给您买东西，您留着，您自己留着吃吧，这您留了好久。拿着，拿着。果果，好些年没回家跟你妈过年了。 哎呀，阿姨，我每年不都在这跟您和叔叔一起过年吗？是啊，这不妍妍回来了吗？这在外面待了好多年，突然回来了，我这心里高兴的，我这就想到了你妈。要不然，你也回去陪她过个年。对，阿姨，您说的对。 那我今天晚上就和我妈那过年吧。果果最懂事儿了，阿姨没有撵你走的意思哈，你也知道的。我知道阿姨，没关系。那个，我妈正好也给我发了信息，我回去看看她。好，这个一定拿着啊，拿着，自己吃啊，跟你妈带个好啊。我去再买点菜。谢谢阿姨，早点去看时间啊。好。 果果，哎，打算什么时候走啊？啊，等妍妍到了，我跟她打个招呼就走。嗯，一会儿家里人多，你自己看着点时间哈。啊，好。不过明天大年初一你可以过来的，这妍妍啊，在家里待多久我也不知道。知道了，阿姨。过年了，一起热闹热闹。